这个俺家来开了，老婆我早上就买了几兜子东西，叫这俩孩儿真是真是他注意。求求我！哎，你个黑糊涂，还求求你忙服务你的吧？还有一堆。哎呀，后备工作给他准备好。他炖大骨头，你弄两块。他就会炖个大骨头，他弄啥？给你大大骨头，我上我家来开，必吃我炖的大骨头。香喷喷的香，看这肉块大不大，就要大，大嘴吃肉。我哥，来个厨师。哎，看着咱俩厨师手艺嘞，看着。他爹俩的厨师。我是厨师长，他是我的妈妈。哎，我的鱼肉伙夫上岗去啊！我给你拿点银菜啊。喊姑奶吗，老头？喊嘛。这妈买的菜都是凉菜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助手，我是厨师长，这是副的啊，副厨，弄好了啊，切好了，咱再比一比。你做好嘛，你先吃吧。半小时你还不弄多嘞？今天恁大舅会给你盛酒，啥都不会，不会多大的。买的都是凉菜，凉的炒菜，就这有我清楚。我就给他摘点辣椒，再不能给他说了。真是不出，这手真是不出来了。真是不出来，搞不如我真是不出来。来开了，老婆的手也不中了。他爹俩做，我给他打个下手，摘个辣椒叫他再炒炒。你现在是咱村最帅的伙夫了，知道吧？啊？我跟你到咱家传家过去。重新介绍，结婚。谢谢。给小妞打下手比做饭还死得慌，是不是妈？他就是光负责一动就这个，就那回去时候有味儿多嘞，确实有味儿。这猪肚咋挑？这不挑也中，你这吃真碎，反正那葱花儿，你要是尝尝碎。这又不碎，直接往那一放。这一筷子点了就可能了，就这都中了。有多碎呀？这碎啊，跟哪块碎不碎？有人碎。上锅。妈娘，土豆你我切了，我挑着呢。等于是，哎呀，还是我。我就让你给我切个丝儿，我切不着，我能切皮儿。我是不会切，我是不会干，我再叫你给我。老人那刷锅刷碗洗菜，他不会干。你行不行？你不行了，撤走。你这炖的大骨头吧？你这俩干个活去，嘴抹个破。听我的外甥，恁俩这水平啊，就不沾了。以后别站在我这主位。给你做。你就炖那个骨头，就炖这份那个味儿。你会有？这不是就你赶紧给我切丝儿吧。够了够了，这是够一大份。行不行？不行了，咱俩全部撤上，让开。我这个人怎么连个土豆都搞不明白啊？今儿中午前面都在这俩弄的，你们大家都开始拍了，开始拍了，开始拍了。